欢迎来到 Fin TV， 我是阿芬，我是木，超级马里奥创作家二，我们又回来了，没错。我们在网络上找到一关跟上次那一关蛮类似的，我们有稍微试玩一下，但是它的通过率并没有像上次 0.4 那么的低，平均玩100次就会通过一次。比较没有那么难了，所以说这次就来挑战看看，感觉好像蛮有趣的啦，希望可以顺利过关。我觉得你第一个应该就不行了，这个不能踩，这个也不能踩，你要跳过去然后要刹车。对啊，什么我就知道，这个掉下来对不对？完了完了，你要跟着一起下去，不能有停顿。哼啊，不行，哼哼，不行耶，怎么会呢？太快了！你在我的马里奥癫痫呢？好，就是这样。好，小心哦！啊，这边的跳哦，很会耶！真的好难哦，换你。好，这个应该也没有上次的那个天空花园还要来的难呢、啊。看起来是这样，你看就这样子而已嘛。在那边刹个车，对不对？对，差点要死了。没有，就稍微被载下来一点。然后嘞？然后踩它的上面。哎，是不能踩的吗？你这边要按 Z， 就会扣扣扣。为啥？哦，天哪 ！Z， 好，下来。啊，过了！跳快快快快快！好，又是 Z。好，这边要跳到那个黄色。怎么可能？嘿，不用，不用跳到黄色。旗帜哎，太好了。好，他怎么过？对啊，怎么过啊？要踩到下面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接下来是这里。哇！死了！有了、哦！要仔细看，对，就是这里。这边是怎样？撞了之后，那边会变成蓝色，蓝色会被填满。快按！按！然后再 off。off。呜！好，过了，过了，过了，最后了吧？好 ，Z， 好，哦，要控制啊！好，过了，骨头，快点骨头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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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真的哇！啊！这哪过得了啊？应该是要助跑啦，透过那个骨头助跑。啊！屁！哎，过了、欸，那、啊、怎么过了？什么啊？怎么长这样？到底为什么过了？我也不清楚。反正过了啦，终于给它莽过去就对了。还有哎、欸，哦，还好我及时，根本就没有看到，那颜色太相近了。好，要越过这些。快按！按按是重点吗？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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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。哦，我知道了。让他下来，要让他下来。这点。不行不行，不能够贪，太贪就掉下去了。两下，两下，三下。啊！我差点就来不及了。我满手都是汗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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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最后一下，一、二、三，啊，怎样？怎样？要下去是不是？屁耶！啊，撞了屁之后，这边就会变成硬币啦。刚没有注意到、哦，我还以为下面就会有路了嘞，就完全忘记旁边有一个水管可以走。有了，有了，有。你看左边过了，嘿嘿，好。满手都是汗，过关了哎、欸！把你补命庆祝哎、欸！太
好了，耶、yeah, ，还算蛮有趣的，对不对？通过率不像是上次 0.4， 太好了，这一关还算很可以接受的范围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来玩玩看这一关，同样是 2% 通过率的关卡、嗯嗯，可以吧？什么？通过？我们应该是要拿着那个香菇，然后直接冲过去，就是它有一个无敌时间，冲啊冲啊！无敌时间？你变小之后，它会有一个无敌时间，踩着那些花过。是这样过吗？对，但是你不要踩到紫色的水。快快快快快，来不及了，换我来玩啦！太难了，就是这样。对，并没有到非常的困难，还要再拿一个哎。好，而且拿到了当下就马上就会变小了，根本就拿不到。好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好。接下来要去碰那个花，杀！什么？好，好，耶、yes! 哦！过了，棋子，快拉！对，好，接下来也是用花朵的。哦、天哪！哦哦、来不及、哦、跳、哦、过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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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好还好。那接下来怎么过？他在告诉我们重点是要走到左边的那个水管，所以说应该是要到右边去拿长大的工具。那首先我们要先踩那个栗子头，栗子头，不要再笑我了。哇！杀！变大花。过了过过过过过过！哒哒！冲过了。棋子。好，因为这个没有 Z 可以旋转，所以说这个也是碰了会变小的。哎，嗯。啥啥啥？快啊快啊！来不及了，刚被压在下面。我也不能拦着他。耶、yeah, 哦！过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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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终于。好。什么？我们要先拿那一朵花，之后来到左边，到右边拿香菇撞岸，跳到这边再拿第二朵花，再上来再拿钥匙，再回来开门。对，非常忙，要用到三个道具。好，开始。来得及吗？可以。有有，来得及，来得及。嗯。嗯。花。钥匙。Key。拿到了，冲吧！啊、好难。自己跳啦！再一次，拿花到左边吃香菇，按拿第二朵花钥匙开门。Go go， 开始！哦、oh! ，有感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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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赢了！终于，好，冲啊！快快快快快快！哦，还好还好。给我一只，给我一个变大的，赢了！哇，真的是还蛮难的哎！天哪！我这花44秒是怎么过的啊？你外挂、啊，真神哎！那我们今天的游玩差不多就到这边了。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在楼下帮我们按个喜欢，订阅、点赞、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喽。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啦，拜拜，拜拜。